小孩般很容易迷路，走在娑婆的旅途，总看不清楚，一直跟着轮回转，感到很无助。娑婆世界的迷惑，何时才能解脱？首先呢，要先祝福各位，你们已经真正成为佛教里优婆塞、优婆夷。所谓优婆塞，就是男众的在家居士；优婆夷是女众的在家居士。那优婆塞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是接近成佛，或者是接近阿罗汉。简单的来谈，就接近解脱这件事情的修行人，接近已经入佛府，就已经接近了要解脱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者。那虽然皈依之后才真正的要来学习佛法，所以有几件事情在受曼衣，这个曼衣所代表是礼忏衣，或者又叫做忏悔衣。那出家人所穿的，我们称为袈裟，是福田衣。福田衣跟我们居士所受的这个曼衣或者礼忏衣，它的差别呢，是在于僧众所穿的袈裟是福田，是割截衣。在佛陀时代呢，佛制呢叫做粪扫衣，称为粪扫衣呢，代表是一种舍俗出家，而能够呢寓于佛法，如法修行，谨遵佛陀的教诲，而获得真正的解脱。那曼衣叫做礼忏，礼佛忏悔，我们往昔所造种种的这个罪障、业障乃至罪根，能够全然的消除而得解脱。所以有三件事情一定要记住：第一个，皈要学佛；第二个，听经闻法要修行；第三个，供养要恭敬。这三件是学佛入门的最根本的条件。第一个，皈依就是开始学佛，学习佛的智慧，学习佛的德分，学习佛如何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的六度万分，乃至呢学习佛陀所教化一切众生能够舍离烦恼，而能够真正发大菩提心。这个发大菩提心啊，就是最简单以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用语来谈，就是道心坚固。道心要坚固，那道心坚固呢才是学佛的开始。佛者觉者，佛就是觉者，觉世间一切世间的无常，你了解世间无常都不怪，你了解世间无常而可以放下，你了解世间无常而可以奉献，而可以广度有缘。第一，皈依要学佛；第二，闻法要修行。我们听闻的佛法，在各位刚刚受三皈依的时候，皈依如来至真等正觉，终不皈依邪魔外道，乃至皈依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，乃至皈依清净福田僧，终不皈外道邪师。而所谈理闻法要修行，就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而能够把我们的知见，学佛很重要的就是知见要对，若少了政治正见，您的行为就跟着偏差，您的行为就错误，行为错误了，那就容易造业，
起祸造业都会受苦报。所以听经文的爱修行，听经文的是为了修行，修行一定要听经闻法。所以在座各位耳后有一年就常回来我们桃园莲社，这是属于在座各位你们受三皈五戒的忏悔堂。忏悔堂就是你们得戒，得戒受持三皈五戒的成就戒体的道场，就是各位的忏悔堂。所以闻法要修行。第三个，供养要恭敬，供养三宝，皈依三宝，皈依的十方三宝，在供养的当下，而这个供养不是施舍，由下对上叫做供养，由上对下叫做布施。这简单的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。比如说我们身为弟子，我们对三宝对师长的一个奉献，就是一种供养。而这个供养为什么要恭敬？一切法是在恭敬中所得到的。就参请咱是谁，你以后是多，无论是多，你现在的状况如何，咱做是谁，拢会用心去报答伊过去对咱的疼惜甲恩情，所以是一种恭敬。这不是在应付，不是在应付。啊，我有赚钱啊！你讲饲大，我赚钱啊！当然，这门面只可以做所分。虽然表面上有孝顺，但内心不恭敬，持法不入心，持法不能真正的而能得到解脱的利益。所以各位要记住，供养要恭敬。这恭敬是从心中所求，恭敬我何以要恭敬三宝，我何以要恭敬师长，我何以要恭敬父母。我们发菩提心当中有好几个条件要发菩提心，包括供养三宝，念三宝恩，念父母恩，念师长恩，念众生恩，念师祖恩，乃至呢念生死苦，乃至忏悔业障，求生净土，包括呢这个正法久住，八万能量会几步，这十种条件都是发菩提心恭敬的对象，很需要的。尤其念生死苦，我们知道世间生死苦，我们一了解世间生死事大，所以要学佛尊重己灵，尊重你自己的佛性是清净的，尊重父母，尊重师长，尊重我们三宝所给予我们的法身慧命，我们非常的珍惜。在珍惜的当下，就尊重己灵，尊重你自己本身所具足的佛性，所以你不会去造业，你不会去起烦恼起无明，你会很清楚今天得以穿忏悔衣，出家都可以穿福田衣，都是累积的福报。今天在座的各位能够踏入我们桃园佛教莲社，都是累积，大家有共同的法缘，我们今天再继续在成就菩提道。包括谈到了求生净土，包括我们为正法者住发菩提心，求生净土不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其他的世界去，而不是，而是很清楚我们所谓的求生净土，就是让我们的内心时常保持着清净心，此清净心就是净土。而能够让这个清净心持续不断的，而能够呢让正法久住，正法在哪里？正法就在你我身上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受持三皈五戒，在你们身上就有正法。什么正法？皈，皈。皈依，皈依的嘛，皈向一品三宝而得解脱。所以佛门有这个以前这个大聪明啊，这个三门口的牌楼都会写的
四个大字，你要离开三门的时候，进入三门叫入解脱门。当你到四月礼佛完之后，准备要离开了，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个牌楼呢有四个大字，他告诉你是什么四个大字，知道吗？回头是岸，代表这样子，你时常记住。当你观念错了，当你知见错了，回头转个念头，你就没有乖，就回头是岸。回头是岸不是浪子的回头的回头而已，包括我们修行者，这个回头是岸本来就是佛教的用语，只不过被世间人借去用了，就好像用在浪子的身上，好像是做坏事的人才回头，不是的。在佛门里面所代表的，因为我们累劫有种种的无明，而今日受生死苦，所以要回头。回头就是归在三宝的座下，而得以解脱，才能够令正法准度。所以归三宝，归向依凭三宝而得解脱。那我们在受五戒，第一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杀生，尊重一切生命，凡有命者不得误杀，不要故意的去伤害众生。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杀的，或者一个不小心的，我们要时常忏悔，因为我们是无心之过，但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。不偷盗，凡一切不归于我们的，不属于我们的，我们不要呢占用他人的便宜，盗取他人之财物。不管是你的亲戚朋友乃至你的亲人，不经别人同意，我们都不热烈的占用他人的东西。而不邪淫，我们受持了五戒，居士当然还有居士的生活方式，但是我们不违背世间伦理道德，我们会非常清楚地了解到，这是维护家庭伦理一个重要的根本的基础，所以我们不邪淫。那身中当然就全断淫欲。第四个不妄语，不大妄语，不讲怪力乱神，不讲一些神通怪异的事。我们是非常清楚了解到，今天皈依于佛门，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守护我们的口业清净。除了不妄语，我们也不恶口，不跟人家斗争，不讲人家坏话，包括语言，包括动作，都会很如法。不两舌，不会挑拨离间，不会故意去拨弄是非，不会去破坏人家的和合的姻缘。那不绮语，不讲一些男女的一些让人家会有错误颠倒的想法，这就是所谓的不妄语，能够让我们内心人时常保持正念。不饮酒，不饮酒，酒后会乱性，会失智，酒后呢会怎么样？丧失了您的这个自主能力。所以不饮酒是为了让我们保护我们的根本重戒，杀盗淫不放。杀盗淫妄是根本重戒，不论在家出家，这四根本重戒每一个人都要持守。饮酒戒是属于遮戒，遮戒犯了你就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赶快忏悔，回归清净。酒除了有特殊的因缘可以开源，其他的非特殊因缘不任意的，这个呢我们在讲戒的时候会再跟各位做说明。这以上呢，在受戒得到戒瘾之后，这个师父呢、特地呢，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跟各位呢，这个受忏悔意，来受忏悔意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随着师父来发誓弘誓愿，师父念一句，各位就跟着念一句。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顶礼一拜。合掌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定礼一拜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定礼一拜。各位以受戒，也以发愿，这个誓弘誓愿是所有一切戒子身俗恶众要共同所发的大愿，众生无边一定要度。我们从我们的内心当中，你都不能去讨厌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你对他多么的喜欢，或者你对他多么的讨厌，都要放下所有的仇恨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要度化的对象。有所有温暖暖暖，那么必须要该完成的。所有的恩恩怨怨都要解冤释结，因为我们愿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但愿众生得解脱。不管过去曾经有被人家怎么样的伤害过，我们都要从内心里面去原谅他，去接受他，甚至再跟他结善缘。虽然听起来太简单，没走不容易，但是只要你正念观念对了，你绝对可以放下所有的仇恨，对一切众生，包括曾经伤害过你的，我们都要放下所有的恩怨。假如他对你有恩者，我们应当全力的去报答他，滴水之恩都当涌泉以报，何况是曾经栽培过你教育过你的人。所以众生无边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烦恼虽然很多，我们每天的烦恼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不要遍布烦恼，直到烦恼来了断除它，远离它，不相应它。因为烦恼会让我们迷失，烦恼会让你抓狂，烦恼会让你怎么狂妄，丧失了你的精神。烦恼就像毒药，放下它，直到烦恼来了远离它，不应该趋于相应它。所以烦恼已经誓愿断，一定要断。烦恼哪来，我们就多拜佛，我们就多忏悔，多亲近善知识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学习佛法很多事情都要学，不要怕。在家要学的佛法很多，有四威仪、行住坐卧；出家要学的有好多好多，包括植物的这个共同的一个承担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不要怕。哦，这个要学，那个要学，有机会可以让我们学习佛法，代表你现在六根具足，身体健康，
你要感恩一切可以让你学习的条件。卡说咱今仔日肉体若无健康，你想要学啥物拢无法度啊。有时候我们可以做事情的时候，会感觉到很荣幸。我今天还可以用我的双手，用我的双脚，走遍天下，用我的双手去做任何可以做的事情，你都也得感恩。为什么？你身体还健康，你的身体条件还具足，所以你不会越过很多事情，你反而会很感恩。我们也可以喝一杯水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世间的现在有多少人没办法喝一杯水，光要喝个水，想要喝一杯水都觉得很困难，何况我们今天可以受持佛戒，可以学习无量的法门，都应该要珍惜，不要厌恶。问我爱学，我也要学这個，也要学那個，学到起烦恼。会起烦恼，不是法门让你起烦恼，是你的智慧不足起烦恼，是你的福报不够而起烦恼。今天你福报够了，智慧具足了，怎么会起烦恼？所以当有法门可以学习的时候，你要起无明起烦恼的时候，你要惭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面对可以学习的时候，我竟然会起烦恼？我与佛前忏悔，然后你再把法门可以学习承担起来。在座的各位虽然是受五戒，假以时日，里面的五戒受持的庄严清净，你们都是佛教的楷模，你们都是僧团居士的楷模，因为有你们受持戒法的庄严，而让你们内心是清净的，你们是懂得感恩的，你们是懂得知恩报恩的，因为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所以懂你刚刚说你的你无论年纪多少，你一定要可以当用你的双手、用你的双脚、用你的身躯去做任何有意义的代志，拢是福报。假使你今仔肉体若无健康啊，你想要做一项足简单的代志，饮一杯茶，为众生服务，饮一杯茶，你就感觉足困难的。到那个时阵，你想要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拢无机会啊。所以咱珍惜着咱会用身心健康的时阵，尽量去付出，因为你付出的当下，拢是要让你在解脱道上成就着你的主意，成就着你的资粮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成佛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，挑战很多，考验很多，但是我们不畏惧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今生今世。发愿必当成佛，为法而来。所以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？咱因为过去种种的无明烦恼，今日才来受苦。咱希望会当有佛法，会当究竟成佛，不再轮回。就今天在座各位，受持三皈五戒圆满，要祝福你们，也希望你们能够承担。那待会呢，这个受戒圆满之后，有一点点时间哦，再给各位呢，这个学习达曼力。那下午呢，哦，我们两点哦，本来是今天呢，本来预计给各位一个早上，但是我们人数有比较多了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要下午再跟各位讲解啊，再跟各位讲解。讲解完之后，两点到两点四十分哦。然后给各位休息一下，三点再请我们云里师父带着各位呢，这个拜八十八佛，然后做晚课，体验一下，把这个今天我们来到道场的这个功课来回向，对我们累劫的父母、师长，乃至我们冤亲债主，都能因为今天在座各位受持三皈五戒，而得以离苦得乐，而福报增上。所以呢，大家把心静下来，不要紧。既然把时间挂出来，那就修改，就不要慌，不要紧。不管现在有多么重要的事情，能够于佛堂受持五戒，把功德回向给众生，是最大的福报。哦，这云里师这个短时间记住了哈，两点到两点四十分哈，我们这个请法师呢跟各位
宣讲我戒持守的一些意义。那休息个以下时间，三点呢，我们就拜八十八晚课的八十八佛，大忏悔文之后，然后接着晚课，让大家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了解一下佛法殊胜的意义。好，受戒功德为满，大众念佛回家。阿弥陀佛。